具，这个是道具，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你27号拍小片的一个道具。对，是个道具，是在玩吗？等于说是，不知道你猜猜，你觉得自己是干嘛的？这是不是那个龙那个祖祖师什么那种？就是自己想的。我觉得我们头是吗？有可能哎，就是他那种武士嘛，几个人在里面。对。啊，这个运动裤都好漂亮！这个我也会穿，这不长，这鞋正好配这身裙子吧？好好看，真是完美的！哎，这个裤子真的好好看，对呀，好好看。哎，这裤子你平时去韩国对运动都好看，对，太好看了。这个搭配，这个衣服真的很好看。还有一个，然后之前有觉得跑男的服装好不好看？好看，我就每次都收藏跑男的服装，都把它拿回去了，特别好看。这件外套有没有觉得比较时髦？对，我觉得就是很舒服，然后同时也可以穿的，都像丝服了。对，我上完那羽绒服特别像。是，就给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你的特点私人定制的羽绒服。我当时来的时候还有担心说会不会。因为综艺我一般就是我们只有我的那个服装是没有就是我其他衣服，就第一次开第一趴开始就是蓝色那个超好看，那个叫什么水手装嘛，那个水手服很好看，就没关系，所以从那以后都不用担心了，所以来就让我们服装师不用拿那么多衣服过来，然后都可以。上跑男好玩吗？好玩啊，我就每次都盼着来，赶紧来玩，跟大家见面。对，他那两个是戴在头上跟那个。对，这两个是后面我们还要做一个造型。那我是今天很好，今天活动。但是现在是吃饱了。对，刚生的。对，到时候可以吃饭了，我们再稍微进行一下。但是他每一套服装都是吃饱下来的。啊，吃饱了，我们都是苦力活。哦。